大家好，就是给大家讲述之前的事情吧。就是之前不是给大家说，这个我在那个湖南长沙旅行时，有一个大学值得给大家推荐，特别好，那就是中南大学新校区。这学校啊非常棒，非常棒，中南大学新校区。然后就是还有提到一点，就是桂林。我之前在上一集有一个节目说，我说提到桂林，到桂林时，有个银子岩溶洞是非常好看的，非常好玩，大家一定要过去玩。这个景点你不去的话会非常后悔。银子岩就是银子岩，这是个溶洞，里面到处都是熔岩溶洞，非常的震撼，非常的震惊，里面的景点。可里面的震撼程度会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，即使走了万里来去看银子岩也是值得的。里面我记得玩了很长时间，大概是30元人民币的门票，不过现在肯定是涨了，现在可能60或80人民币。我说的这是2015年的时候。这个还有提到那个南宁最好玩的，广西南宁嘛，最好玩的那个地方就青秀山公园，这个地方也是必须去。在成都的话，之前跟你说了，就是锦里，这个锦里和宽窄巷子，尤其是锦里，这地方非常重要，非常好玩，到处都是小吃街。锦里呢，绵延至少好几公里，都是一条小吃街。是吃货必须去的地方，吃货必须到哪里的地方？锦里。然后就是西安，在中国的西安还有一所大学非常重要，就是西北工业大学，这个新校区。我说的全都是长安校区，那新校区。中国这个大学啊，如果想参观的话，必须去新校区，那老校区是不能看的，不堪入目。但是新校区都建设的非常豪华，非常壮观，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片镜子。中国的大学啊，中国现代化的大学都是一面镜子，尤其是新校区都是一面镜子。像在中国中部有个河南有个郑州大学，新校区也是全中国最漂亮的一所大学，漂亮的。但是必须仅限新校区，那老校区可能是不堪入目，非常破破烂烂的，那不值得参观。新校区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吧，就类似于深圳是中国的镜子城市，中国的面子，中国的面子城市。再说说这天后来又去了北方。2015年，我要之后来之前，那个2015年之前前3月份，昆明过后去了平祥过后，后来又去了琅勃拉邦，大家知道吧，老挝的著名旅游区，老挝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个著名的旅游区叫琅勃拉邦。这个城市啊，这个椰子非常便宜，我在里面发现吃的椰子非常便宜。非常大的椰子，它这个椰子可远比中国的大，椰子才7元，和人民币的话是7元人民币，就是1美元，非常大一个，非常大的一个。但是在中国的椰子平均都是10几块钱，都是2美元，还比它这个琅勃拉邦这个椰子还小小一半儿，
有的地方1美元能买住4美元的东西。对，就是这样说。在中国话，在中国喝椰子汁的话，和吃椰子的话，是非常不划算，2美元才买一个，还非常小。但是在拉姆拉邦，是1美元就能买2个大小，非常划算。吃饭吧，和中国的差不多，感觉。那边吃饭和中国差不多。不过在中国去拉姆拉邦的话，去老挝国倒是签证倒是非常容易签，才130元人民币，130元人民币，你就合15美元吧，15美元非常便宜。但是单次，他签证是单次，30天签是单次，非常便宜。但是中国去越南是另纸签，我之前去越南时候发现是它是另纸签，不在。是非常特殊的。我听说之前有的中国人去以色列那国家也是另纸签，就是他不在护照上面盖章，是吧？他不在上面盖章，也不在贴签证，是另外单独一张纸，是非常特殊的结构。看大家说说那个，我之前还是2015年吧，去。中国的北方，东就是华北、东北，华北、东北去旅行，华北、东北，然后刚开始从7月份到9月份出去，大概参观了2个月。我第一站是先去了中国北方的石家庄市，石家庄市呀，这个地方也建设的非常的现代化，这个城市非常的现代化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反正给人的印象非常好，非常棒。这个石家庄市，之前在那个万达广场附近住，感觉这个万达是整个石家庄的核心地段。万达广场，这个万达在哪里建，哪个城市都是核心地段。可以说万达广场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名片儿，它在哪里建，哪里就是最繁荣的地段。就类似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一样，那地标性商场，地标性商场。在上世纪80年代是在中国有名的有个亚细亚广场，是中国的地标。后来不过它倒闭衰退了，亚细亚商业集团亚细亚，再后来就是万达了。当然沃尔玛也有，在中国的沃尔玛还不少呢。沃尔玛还不少了，但是没有万达影响大，像沃尔玛什么的，影响不是很大。就石家庄有个喷泉，非常壮丽。石家庄的公交车也非常流通，到处都能去。它那个城市也建得非常好，有个喷泉。但他不在那个市区，后来又去参观了那个石家庄下面有个正定县，这个正定县也不错，不非常偏。那去正定县的路上破破烂烂的，道路也不好，道路也不好。正定县城也没啥参观了，听说有个山，我也没有去。后来在县城里面，吃点烧饼，他当地的烧饼，就回来了。正定县是不值得大家去参观的，那县城和那个石家庄市其实差距非常大，真的是破旧不堪呀。后来我就去了太原市，中国山西的太原市。这个太原市啊，太原市也是非常破。到太阳市太，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要省城。有省会或者州府，大家可以理解为州府或美国那个纽约州、华盛顿州了，州府。到那里这个太原市之后，发现这个太原市也非常破，真是破旧不堪的地方，非常穷。本来想着这个山西非常富呢，结果过去发现的整个城市建设的，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那样，停滞不前。和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，
差距太大。就是太原市非常破，太原市还有个煤炭博物馆，也都没有过去参观，不好玩。太原市还有个石窟，龙岗石窟好像，那个山倒是也不好玩。反正太原市动物园还可以，还看着，不过也不值得大家去参观吧，动物园不，反正整个太原市给人的印象不好，不给人印象不好。然后我又继续向北去参观了大同市。大同市啊，它在市区里面有个云冈石窟，非常震惊。这个石窟啊，非常震惊。不过大同市非常穷，大同市非常贫穷啊。它那个城市外围还有城墙呢，还有古代城墙包围着，城市非常古代化，连近代化都不属于。它那个城市外围像火车站呀、汽车站呀，有大量的摩托车，要加大家说叫摩的，有大量的摩的司机。只要一所城市出现摩的司机，那就证明这个城市的落后和经济的贫困之厉害。之前我在中国就知道有安顺市是大量摩的摩托车，都是那种中国70年代、80年代的老式摩托车进行拉客。而中国大同市也是，我的市区有个云冈石窟嘛，挺好玩的。市区有个云冈石窟，大同市也挺好玩的吧。市区那一片还相对繁荣，其他地方都冷冷清清的，非常破旧不堪。不过大同市有个黄皮西瓜非常有名，黄皮的西瓜，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是黑皮的或者青皮的西瓜。但他那边有黄皮西瓜是特产，他当地特产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。那城市，然后又继续向东走，去了石家庄市。这石家庄市呀，也没啥，哎，不是石家庄市，张家口，说错了，是张家口。张家口这地方也是破破烂烂的，不好，这城市不好。发展的非常落后，张家口市除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在张家口，其他的我没有发现这个张家口有什么值得参观和旅行的地方。城市发展的交通各方面都落后的太可怕。然后就去北，再往东就是北京市了。北京市啊，北京市真的太好玩了。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城市啊，有很多景点，例如故宫，大家不用出城就可以玩了。故宫就在北京的市中心，故宫博物院参观的话，我当时去的是40元人民币门票，去来早上去8点8、9点，一直到晚上5、6点才参观完。故宫的规模非常大，里面非常震惊啊，非常好玩的，非常的气魄宏大。然后就是长城，大家一定要去长城看看。它这个长城，不过遗憾的是，长城它不在北京市区，它在很远很远的郊区，你需要坐公车2、3个小时才能到，基本上都快跑到河北了，那地方。后来去过之后，不过长城八达岭长城确实非常震撼呀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不过人太多，我去是下着雨，当时下着雨，它在深山老林里面呢，八达岭长城，深山里面非常冷，下雨更冷，人山人海，故宫和八达岭长城都是人山人海，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人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去这两个地方。中国的北京城是中国的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，密度极其高。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是北京，其次是郑州，再个就是南宁。中国这个前三大，当然还有上海。这密集，当然北京是最厉害的，密集程度，人口的密集程度是震惊。然后颐和园、圆明园，
圆明园不好看，颐和园一定要看，大家一定要参观圆明园。我在圆明园发现，那公园特别好，转了很大，里面有卖莲子的。这公园非常值得参观呀。然后就是往东走就是天津了，我来去天津看看。这天津呢，也是。天津是中国目前感觉是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，和上海，甚至比上海都发达，比上海都发达。像中国，你至少我去天津，我发现，咦，瞬间来到21世纪了。天津的现代化程度，在整个中国都非常领先的，高楼大厦，哇，那真是震惊，除了震惊还是震惊。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就没有去天津那么震撼，那种现代化的震惊之余，当然天津还有个天津之眼，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观。一个大摩轮呀，滚天摩轮。那天津喜欢大家最好是顺着天津的火车站，你出天津火车站就继续走，顺着那条河一直走。天津这个城市倒是值得一看，当然城市五四街，现在天津还有个五四大街和意大利街区，也是非常震撼的，就那里吧，五四大街，这地方都是以前洋人在中国统治时留下的殖民痕迹，那高楼大厦、摩天大楼，非常震撼呀。可以说，这洋人真是太先进了。到五四大街一看，发现这洋人真的是比中国领先至少200年都不止。可以这样说，你如果去过天津，去过五四大街，就能知道中国这些洋人真的是领先中国好几百年，并且就看五四大街的情况，有一种外星人的感觉，哇，感觉是外星人。来到中国这片土地，兴建了这种规模宏大的高楼大厦和广场，太震惊了，太震撼了，真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大家一定要去看看五四大街和意大利风情街，也可以。然后就是往东去，去了沈阳。啊，对吧？沈阳是大中国的辽宁省的省城，沈阳。这沈阳这地方也很发达呀，这是辽宁省的省城，沈阳有个东北森林公园，东北那个动物园啊，公园是真的是牛逼，真的厉害，说错话了，非常厉害。非常厉害呀！这个东北沈阳有个那个动物园好像。我这也去参观了，应该是亚洲最大的动物园，非常大，规模震惊。然后沈阳还有个夜市，奉化小吃街，奉化夜市，一条夜市，也是非常震惊的小吃街，和锦里比锦里都要长，比成都的锦里小吃街都要厉害，奉化小吃街。然后，当然，沈阳还有个故宫，非常值得参观。北京有个故宫，到沈阳还有个故宫，也是都是清朝留下的故宫。清朝留下的故宫，满清故宫吧，就在沈阳。沈阳还有个大帅府，当年张作霖统治东北时留下了一个功底。当然，张学良也在里面住过。张学良大家都知道，在世界各地也是非常有名。张作霖、张学良，他说大帅府就在沈阳。这不过这个地方没啥参观的，没啥参观的，他没有故宫，没有那个故宫来的震撼，然后没有动物园，像这种动物园啊，是全亚洲最大的，大家非常要一定要过去看看。
然后就是往南，后来去了大连。这大连啊，是靠海中国的一个靠，以前是个军事基地。中国以前的军事基地就是大连，它有个老虎滩公园，老虎滩水上公园，哇，非常震撼，那地方水非常清。就大连就玩海的，当然之前我忘记说一个城市，就是秦皇岛。中国还有个秦皇岛这个城市，非常值得参观。秦皇岛也是中国政府的那个疗养胜地，很多官员都在那里疗养。秦皇岛，秦皇岛也就是北戴河，大家最有名的就是北戴河和南戴河，那边的话呀。这过去还有个南戴河，秦皇岛这个城市非常干净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，非常干净，城市干干净净的，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吧。唉，这秦皇岛主要还是它有个老，秦皇岛也是靠水的吧，它那个城市就是北戴河那边。就可以直接下海，哎呀，在海边玩也特别好玩。之前在那玩了好几天，真的非常好玩。那城市干干净净的，当然秦皇岛还有个地方还值得大家去参观呀，就是那个海关，就是东，这叫啥？出关海关，在中国以前，在中国古代呀，这秦皇岛这地方是个关内和关外。这个一个交界处，所以大家去参观一下这个，关头。当年吴三桂攻打那个吴三桂清军入关，就是通过了山海关，山海关就在秦皇岛市。然后就是大连有个老虎滩，非常好玩，还有几个风景区，老虎滩呀。这是最好玩的，老挝滩里面有很多收费的，当然大家最好还是去黄金海岸，大连有个好像还有个黄金海岸也非常好玩，我之前去参观了，就沙子都是金色的。这围绕着渤海，有几处啊景点非常好，一个就是烟台，一个有大连，再有秦皇岛，这中国的渤海沿岸就这三处。非常，三座城市非常好。再后来就去了烟台，烟台也是中国的渤海海滨城市，渤海就有个黄金海岸呀，就是烟台。大家从大连到烟台最好乘船，有个海船，180元人民币就可以坐海轮到对岸，坐海轮坐对岸，在海上就可以碰到很多的海鸥，非常多海鸥。那海上，渤海之滨。再后来就去继续往东北看看，在中国吉林省啊，一定要去一个城市，就是那个，除了长春市，长春是吉林省的省城，是必须参观的。长春有个轻轨，在中国非常稀少，大家可以坐坐轻轨。以前我也是没有坐过，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坐的轻轨。就在长春市，它和地铁不一样。像中国的大连就有地铁，中国大连，大连，在东北大连呀，大连、沈阳、长春、黑龙江、哈尔滨都有地铁，但是轻轨的话，只有长春有轻轨。大连好像也有轻轨，并且。大家如果去大连的话，必须坐下那个有轨电车，也就是它的电车车头上带根天线。这种电车现在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。这是大连，这是长春，然后就再去那个长白山，你大家一定要看看，长白山非常好玩。长白山有个白头山天池，白头山天池。那水非常的蓝，那蓝的程度和中国西藏那水呢蓝的程度是一样的。中国西藏之前2014年时，
我在西藏呢，看那个羊卓雍措羊湖，就是非常的蓝。再后来，到天池，发现那个白头山天池也更蓝，它两个层次都一样了。但我记得在长白山时进了门票，收80元人民币。后来里面还有个景区内公交车，景区内公车又收了大概60元人民币。再后来，如果去参观白头山天池的话，还要继续收费，又收了将近100多人民币。在这个白头山天池啊，不过也是非常震撼的，收了三次票。大家想想，多坑人呢！它这个收费模式，不稳定，进门收一次，坐景区内还有交通车再收一次，看天池嘛再收一次，总共是收3次票。说见过的收费最猛的一个景区，不过它这个景区做的服务还是非常周到的，有国家承包吧，都是共产党的，共赢的，我也非常值得去参观，尤其是从它那个山脚下，到白头山那一路上。大家坐那车非常的惊心动魄，从它的景区到白头山天池，这里面真是震惊的。那路上开那个面包车啊，小车，一路上，哇塞，飞的一样，悬崖峭壁的，随时可能都有可能坠崖，给人感觉这非常震撼吧。我到山上看到云都是碎着飘的，山上的云都是。云都是来回动，在天上，我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云呢，在天上竟然是可以来回跑的，看得非常的清晰，真的非常震撼。真的，我现在想想，这白头山天池呀，这长白山天池，真的是非常震惊。人上到里面，上到上面，真是。再后来就是长春市，来给大家参观一下。有个，也是满清故宫，是中国最后一代皇帝溥仪，在长春建了一个故宫，也是清朝故宫，也非常具有参观价值，非常具有参观价值。然后在长春上哈，还有个湖，类似于台湾的日月潭。那湖也非常好玩，那湖非常大呀，非常震惊。净月湖，对，大家是净月潭，净月湖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这湖非常漂亮，非常好，里面建设的非常棒。当然，长春市还有个公园，还有什么最大的公园？对，还有个桂林路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桂林路都是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整条街都非常非常棒。桂林路。这都是桂林路，还有个长春市最大的公园，好像什么南湖公园，不是南湖公园，反正就在桂林路的边上，大家只要记住桂林路就可以了。桂林路走到尽头就个湖，有个公园，再往北，长春，当然。大家知道吗？中国最美的铁路是在哪里？就是在二道白河，就是长白山，就是白头山天池下面有个白河火车站，二道白河火车站，到白山市，二道白河火车站到白山市，或者到通辽市，这座城市之间的铁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，真的漂亮的漂亮五体投地。怎么用语言都无法形容。在中国，我知道有还有一条铁路也是非常漂亮，就是从福州，到那个，到武夷山那段路，那段铁路也是非常棒的。在东北还有个黑龙江，有个哈尔滨市。哈尔滨市啊，一定要看看。
汉滨市建成有个大教堂，那个教堂里面那个长得像蘑菇棒一样似的。哎，接着说，这个看到这个之前啊，长沙市，长沙有个古镇非常好玩，就是镜像古镇。古镇非常静，但是它远离长沙市区啊。这个镇它远离长沙市区，这镇远离长沙市区的话，就得坐公交车。不过坐公交车就可以到。上面写的是镜像古镇，非常多的长沙当地的市民去这个古镇玩，非常好玩。这个镇之前我去过那里，非常好玩。镇上非常安静，路两边都是一种，那房子也非常古老，非常古老。非常出去郊游，非常好玩的地方。但还有一点漏了，就是，南京市还有个公园，非常大，非常震惊，好玩。之前在那玩到晚上5、6点，天黑了才回去。那就是，五象山公园，五象山公园，五象公园，五象公园应该是。这公园是南京市应该是最大的，不，风景非常好，也。在南京市郊区，它不在市区，得坐公交车倒好几趟，得坐公交车啊，坐那个城乡公交车才能到，城乡公交车才能到。再个还有想给大家说一下，还有一点好玩的地方，就西宁啊，有一个古井小吃街，大家去西宁玩了以后啊，一定要去看看，吃的特别多，吃的特别多，古井小吃街。古井小吃街，哦，古井巷，应该是古井巷。西宁市整个发展的非常好，西宁市非常发达，城市高楼大厦林立。中国应该是目前发展最美的，最起码我喜欢的两个城市，一个是西宁，一个是南宁，这两个城市都非常好。然后就是，还有个城市，还有个城市就是。沈阳，大家之前给大家说了沈阳，沈阳啊，它这个有个兴顺，对，兴顺小吃街、兴顺夜市是大家一定要去的。之前我去过那儿，小吃街那个夜市非常火，非常规模非常大，人山人海的，规模非常大，就兴顺夜市。然后再给大家说一点，就是还有个景点。就是长春市，也在东北。长春市有个南湖公园，非常漂亮。南湖公园北门大概是出去就是桂林小吃街，这两个是连着的。南湖公园，桂林小吃街有个小吃，经常排非常长的队，那叫是炸榴莲酥。榴莲酥，非常多的人在那吃，就是榴莲酥，大家一定要去吃。去品尝，然后就是南湖公园，南宁有个南湖公园，非常漂亮。但是我发现一个长春市也有个南湖公园，也是非常美、非常美的公园。然后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看。毕竟中国也不大，当年1980几年，日本人来中国旅行时，大概都花了1万人民币左右。甚至7、8千人民币就可以把中国大陆给走了一圈。我是从2012年开始，到2016年底结束，总共花了10个月时间，用了大概4000美元，把中国这个31个省直辖市基本上都全部走完了，走了一遍。这其实花不了多少钱。中国现在人口，因为中国现在还当。大部分还非常贫穷，还很贫穷。像我们这边的收入都是300美元左右一个月，300美元非常贫穷。但是中国这边的经济水平现在还没有像欧美那样，快速升高，人力什么各方面还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赶快来玩吧。赶快出门，因为我记得小时候。烧饼，我们这边喜欢吃烧饼，是3角一个，现在都是2元一个了。我小时候，
大概都是2000年左右，98年、2000年左右。买了个灯泡，灯泡以前是100瓦的，才1元人民币，现在都估计都涨到5元了，现在应该涨到5元了。然后，反正这尤其是饭价，吃饭呀、吃菜呀，这饭价、菜价涨的是最猛的。当时我们这边的饭店，你大家猜猜，我经常去饭店吃，中午才1.5元人民币一大碗，现在都涨到15人民币一碗了，翻了10倍，翻了10倍呀、以前我喜欢那个吃的各种豆角菜呀，当时是3元人民币，现在都已经涨到28、30了，翻了10倍。还有房价，我家现在的房子啊，都是自己盖的房子，还是2层楼。这就300多平方都有，400甚至500平方都有，非常大。500多平，我们农村现在盖的房子都是有前面有院，还有2层楼，还有阳台，非常多的楼了楼那个楼台呀，非常宽阔，大概都4、500平都有。但是现在城里，现在因为去城里买房都是90多平、100平，瞬间缩小了1/5都不止，1/4，特别恐怖。现在房价还涨，房价由当初的7、8万，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就2003年左右，房价还8万人民币，也有1万美元吧，就一套100多平的一套，现在都涨到100万了，翻了10倍，现在100万人民币就10几万人民元，所以非常恐怖，非常恐怖，这房价、物价都在迅猛上涨。不过我记得2015年是我去那个中国的满洲里市，满洲里那边的房价非常便宜，当时我们这边的房价都已经涨起来了，涨到30、40万了，他那边房价还是7、8万，还是7、8万就买一套。哈尔滨，我记得在哈尔滨，2015年去哈尔滨玩时，哈尔滨有个那个420公园，大家也可以必须去。可以去参观一下420公园，非常好玩。然后叫齐齐哈尔，大家一定要去齐齐哈尔，有个卧龙保护区，那个齐齐哈尔有丹顶鹤，好像应该是保护区那边，扎龙，对，扎龙保护区应该是。齐齐哈尔这个城市非常安静，它那个火车站，哇，非常古老。就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老火车站，到现在都没有拆除。但中国大家一定要去参观的话，就哈尔滨的火车站呀、哈尔滨火车站应该是全中国最大的火车站，非常大，规模非常大。火车站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老、那么大的、那么壮阔的火车站。中国东北那真是太厉害了，发展的太棒了。然后再往西走，大家可以去看满洲里草原。大家说，我们这个东北一个内蒙古大草原就在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其实就在满洲里。满洲里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被草原所包裹，非常漂亮。满洲里的城市有非常多好玩的，有中俄各种，中国、俄国、蒙古国三国交界，是中国的一面窗口。里面的氛围，城市也没有任何压力。到里面城里，一多半都是俄国人，都是金色的头发或者俄国人，黄种人也少，也多，但是不多。这个城市啊，是非常适合生活，非常生活安静、安静又安逸的城市。在中国，我特别喜欢三座城，第一个叫喀什市，第二个就是满洲里市，第三个就是。三亚市，中国最美的三个城市，最适合人生活的三个城市，就是满洲里市。满洲里有个大街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就是大家去新疆的话，之前我去新疆，发现这个乌鲁木齐非常发达，乌鲁木齐啊，高度发达这个城市，乌鲁木齐高度发达。之前我在从像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有廉价机票，我当时的廉价机票才100多元人民币，当时那个西安也有去兰州有去乌鲁木齐的廉价机票，
乌鲁木齐就是有个干尸，非常好看。乌鲁木齐有个新疆博物馆，有个女干尸，大家一定要参观一下。像中国，大家好，我还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中国还有东边还有个城市，非常生活条件非常惬意吧，就是烟台市。烟台这城市非常的静，非常安静，非常安静，非常适合人生活疗养。就烟台市，从东边有个烟台市，北边有个满洲里市，南边有个三亚市。在中国最特殊的一个城市，也就三亚市吧。三亚市。在中国，像冬季，中国99.9%的地区都是非常寒冷，但只有一个城市，就是三亚，是非常热的。像它往北走几十公里的海口市也是非常冷，但是三亚市就不一样了。哎，这个说的说就是。在中国新疆啊，还有个湖泊，非常震撼，非常好。就是它这在亳州，大家知道亳州的伊宁市那边，亳州和伊宁市紧挨着那地方，有个那个一个湖，赛里木湖，赛里木湖，这个湖非常干净，非常漂亮，是高山湖泊，那水非常静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，这个湖非常好。不过收门票了，30元人民币。我当时是冬季去的，当时是冬季去的，那湖也没啥人，但它那湖不结冰，特别神奇，那湖不结冰，不结冰啊！那个湖，赛里木湖，我那个湖的两边全部都是冰雪覆盖，但是湖非常清澈，还非常深，里面不结冰。在中国还有特别特殊的湖，就是呼伦湖。呼伦贝尔嘛，呼伦湖。我之前在2015年去呼伦贝尔时，发现那个呼伦湖里面的水是黑的，并且会起浪。当时我非常震惊啊！这是在中国只有大海会有起浪，但是湖竟然也有浪。这是我最为震惊的一个湖，就呼伦湖。那呼伦湖两边的岸，水浪非常的大。可以说能把人吞噬掉，甚至能把船都给吞噬掉。浪猛烈地拍打着两岸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之前在大连呐、秦皇岛啊、烟台啊，我知道大海边有这种大浪，但是湖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中国有个星海湖，听说也有巨浪，巨浪翻滚，但是一直没有去参观过，你没有去欣赏过。那。唉，给大家说说我大致都去过哪些城市吧。中国大陆这基本上摸得差不多了。家里有几斤盐。中国的大陆的具体情况，就是摸得差不多了。像之前说大陆之前2014年，先说2012年，2012年我第一次去苏州参观，去苏州旅行。后来去杭州玩，杭州才能看一下西湖，坐的地铁。苏州有个去苏州时，开始去参观那个苏州大学，苏州大学非常非常震撼。那学校是非常不一般的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2012年，就是去了苏杭，在杭州一个公园还见了蜜蜂鸟、蜂鸟。哇，当时非常震惊，那鸟长得非常小。然后后来从2014年6月份开始，我又，当然从2011年至2013年，在我们本省省内都转了。像本省省内去过三门峡，之前去过我们这边的三门峡市，那个黄河风景区都参观了，三门峡市。后来还去了洛阳市。洛阳是有个龙门石窟，那非常好，非常好玩，非常震撼。后来去参观白云山，洛阳那个白云山非常震惊，城市，那个山，风景区非常大。
洛阳还有个白云山。后来又去了，后来还去了哪里？去过鹤壁市，但没有去玩。去那边，是因为工作事情吧。去过鹤壁市，再后来又去过信阳市，信阳市，信阳市区，在市区参观参观，非常好玩。后来还去过周口市，也是有工作关系去过周口市。再后来，再后来就2014年吧，就先去了西安，把西安市区的景点大雁塔、小雁塔，还有什么各种五花八门的公园呀、大学啊，只参观这些免费的。去西安玩过之后，然后去兰州，兰州大家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东山桥，还有兰州大学新校区，它不在兰州市区，但是那个学校建的非常偏，非常偏的，但是非常好玩，大家一定要去新校区看看，建的非常好。它在榆中，在榆中县，在榆中校区，对，是兰州大学榆中校区，非常好玩。之前我是在兰州大学的老校区坐的他们那个班车，坐那个校园班车才到榆中校区了。那学校的建设非常好，榆中校区。到兰州时呢，整个山都是光秃秃的，一根草都不长。我发现中国最特殊的就是兰州市，它那个市区里到处都是山，但是都是不长草，光秃秃的，太可怕了，那山一毛不拔。然后去兰州市，参观了兰州市区有个中山桥，中山桥对面还有个公园。之前去新疆时还在兰州坐个榆中机场，不是，在个兰州机场也非常破呀。我之前在兰州坐飞机时也非常破的地方，不豪华。之前在南京坐飞机，那飞机场非常豪华壮丽。唉，再说说就是兰州是甘肃省，还有个地方也是非常好玩，就是张掖有个固原县，大家知道吧？固原县就在祁连山里面，丹麦不是张掖市，张掖还有个丹霞山、七彩山，但是它没有新疆的七彩山好看。张掖七彩山，大家坐火车的话，如果从阿克苏到喀什市那一段就有了个七彩山，那山非常，一个山七种颜色，特别震撼。固原县吧，这祁连山深处的一个县城，这风景非常的壮丽，非常的壮丽。然后就是啊，那就是哪里啊？中国还有个那个敦煌，对，敦煌市，还有敦煌夜市。敦煌市有个敦煌石窟，这石窟里面啥都没有，但是全部都封着门的，博兄名气非常大，但实际内容非常少。中国三大石窟，龙门石窟、云冈石窟和敦煌石窟，只有云冈石窟里面有真东西，只有可以要咱们游人可以参观到了，但是龙门石窟已经残破不堪了，被砸了砸，摔了摔，文革十年基本上没啥宝贵东西可以让人看了，只剩下名气了。敦煌石窟也是全部基本上毁坏的非常厉害。之前门票也是100多人民币，但是没啥看的。敦煌县城倒是，敦煌县城有个沙漠五明山。敦煌市有个风景区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，那个比那个敦煌石窟都好看。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去参观过。大概我记得是坐二路公交车就直接到了。不过那个敦煌市啊，有个夜市非常好玩，还有青年旅店。之前在非常安静这个城市敦煌市，它是个县城，敦煌市。
敦煌是个县城，非常安静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它在沙漠，它在戈壁滩里面，在戈壁滩里面。从它这个酒泉市到这个敦煌市需要路过很长很长的戈壁滩，戈壁滩里面建起了城市，建了一个县城。五明山，五明沙滩，我应该是敦煌是一个，我记得一个沙漠景点，就五明沙漠滩。看，大家，和内地还有这个就是安徽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安徽这个合肥市非常的繁华，非常的高楼大厦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壮丽。合肥市建设的非常的漂亮，高楼大厦，无穷无尽，高楼大厦非常的震撼，大家一定要看看合肥市。然后就是安徽还有个还有个黄山，我当时去了，我记得是100元人民币，参观了。我是冬季去的，如果有学生票的才50元人民币。非常，安徽黄山是非常值得一去，非常值得一去。黄山，我之前中国去了华山，非常值得一去，嵩山、泰山、黄山这些都非常值得一去的山，但是一定要不要去衡山、南岳。南岳衡山特别不好玩，就是这个黄山呢、有个大家所知道的迎客松，还有那个各种，反正超级好玩。里面还有五个峰，黄山里面好像有，对，黄山应该是五个峰，里面非常大，里面还能有住宿，还有五峰里面的厕所都非常好。华山也是五峰，北峰、南峰、西峰，华山的顶峰就是南峰，2251米，是最高点。北峰是先到了，北峰，大家说自古华山一条路，指的就是去往北峰的这条路，小路。它在这华山，它不在，它也在一个县城，你需要倒车，倒很多趟。我记得去，但不过现在好像有华山县，但不过也得倒车，倒很多趟。能到渭南市坐车，先坐火车到渭南市，然后渭南市再到县城，再到县城再到华山县，再到华山山脚下。比如江西，再给大家说江西吧。江西这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，江西南昌市，它在这个市区非常近，江西的物价都非常便宜，江西物价非常便宜，大家有钱的话到江西一定要大吃大喝大买。它的物价是中国物价的一半，中国其他城市像安徽呀、合肥呀、上海呀，很多城市物价都偏高，不值得大肆购买。但是江西这个地方非常贫穷，物价非常低，吃喝拉撒都便宜。南昌就是南昌市了，江西南昌嘛。南昌这地方有个河叫张江，两岸非常的漂亮，张江两岸一定要去参观。还有个楼，好像黄鹤楼应该也是在，就是在张江附近，就在张江两岸。南昌也非常的安静，人民生活非常的静。张江一定要去张江看看。在福建，因为大家漏了一个，就是福建这地方也非常好。之前我感觉是中国山最多的，大家都说东南山国，福建这个省啊，98%都是山。之前我去福建发现98%都是山，尤其是这个福州市啊，它到处都是山连山，鸡公山公园啊，很多公园。福建我就去了三个地方，福州、厦门和泉州。这三个城市都非常的震惊，给我这一辈子的印象都非常深。有机会一定要还去福建看看。福建、广东、海南这三个省都是各具特色，但是它
福州人有福州话，但是也听不懂当地人说话。他当地人说的也不是普通话，也听不懂。到时候到广东也听不懂他们广东人说话，福建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，广东人听不懂海南人说话。不过海南人会听懂。在中国里有一个地方就是海南，他那个语言我会听懂。海口市也非常破，之前去也是在2015年时去海口玩，海口三亚玩，三亚一定要去下龙湾，下龙湾啊，那是那个风景太美美。不过那个三亚市区也有三处，市区有就有两处是沙漠，不是沙漠，是海滩，但是都没有下龙湾好。下龙湾同时也是海军基地所在地。关于中国这旅游的景点啊，真的好好给大家讲讲，太的特别好玩。不去真是中国的风景，不去不知道，一去吓一跳，真的好多好玩的地方没有走到，真是遗憾了。再说一下中国东北这个满洲里市，他那边我当时是从满洲里骑自行车到呼伦湖的，一路上风景非常的美，到处都是草原，绿油油的，到处都是牛羊马，牛倒是不多，到处都是马和羊，都是那种绵羊。他们那边的房子啊都是红顶的房子，红顶烟囱的，都是瓦房，红顶瓦房，对，他们那边的农村全部都是红顶瓦房，非常具有特色，红顶瓦房，红顶瓦房，家家都有烟囱啊后房子，特别具有特色。然后再给大家说南方福建，福建这个泉州这地方也非常具有特色。泉州他们那边的整个泉州一条街，整个泉州市区都是非常具有特色，他们特别多的庙，特别多神庙，到泉州感觉仿佛进入到佛的世界，感觉进入真是佛，感觉到处都是宗教的世界，宗教的城市。我当时福州到泉州还没有火车，坐的是高铁过去的，一下坐的是动车，对，坐的是动车，一下火车到那，火车就在山里面建的，火车后面都是山，到处都是山，一下火车都是后面，火车后面，火车站后面就是山，到处你就发现那个泉州还有夜市，他们的房子全都是红的房，也和东北差不多，也就是红房子，但是它的风格非常非常另类，和东南亚和外国人非常接近，那种在中国其他地方我都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寺庙，每走两步有一个有红砖瓦房组成的寺庙，每走两步有一个寺庙，到处都是寺庙，都是他那个房子，街上的房子都是两层楼，都是用红砖砌成的，发现那风格非常的特殊，哎，非常的特殊，非常的古怪，特别神秘。那个城市泉州城，泉州在中国元朝时是中国最大的出海港，泉州港在元大都时，在元朝时是闻名全球的，有很多的老外。不过现在泉州倒是，泉州倒不能看海，也没有老外了，但是中国它那边是最神秘的一个城市。